游戏先讲过了吗？我们就先按照顺序好不好？来，那先换下一个。迅捷之星，敌方对手的移动速度，提升对方怪兽的移动速度。啊，这可以让他赶快死掉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其他怪要不要很快？我防身手也很漂亮哎，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很多东西呀。嗯，我不嘴炮了，很快呀，不急。我这边看起来是我赢啊！OK，我们应该赢了。那今天就演示到这边。那，就这样咯。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留给未来。好，赢了。这个时候就这么简单了，好不好？唉，就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标题还没讲，哈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加速，你看，它真的就是直接加速了这样。